这个我们的活动就即将展开。我们一开始呢，就要请到我们在地的姐姐们、小朋友们一起呢来采接送祝福，希望呢能把我们的场子热一下，也代表我们对于所有乡亲以及来自我们台湾各地的好朋友们一个欢迎之意哦。好，老师，请给我采接音乐，谢谢。Thank you.